今仔日我运动了咯，有 check 咯，身躯较用过。今仔日我要甲恁讲的，阁是一个人，伫圣经内面哦，也只有 passages 阁也只有十多有讲关于伊啦。但是伫伊的生平，伫伊的 life 内面呢哦，咱有法通学着真正多啦。伊的名就是叫做英文，阁叫莉莉亚哦。Lydia，伊是一个也 rich and influential，所以 Lydia 伊有影响，伊有影响力的福人，伊是一位也大影响力的福人。所以咱若有圣经诶，请咱开咱的圣经，也少诶，十二个今仔日咱要读诶，真正就十咱来看个 Acts 16:13-15。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6:13-15节，咱要用汉文，然后咱要用英文的来读，因为也短啊点。汉文我会做请修炼仪，请你来读使徒行传16:13-15节。安息日吧，对。咱出城门，到了河的边头，知影遐有一个基督的所在，咱就伫遐对遐聚会的妇女传道。有一个卖知识布的妇人，名叫做卢迪亚，是伊推拉行的人，所来敬拜上帝，伊请去了，主就开导伊的心，叫伊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搁到第十第五几啊？节，95。伊甲伊厝内领了洗，伊家庭领了洗，互便求阮讲，恁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还是讲，解释讲，恁那拢以为我是自心奉主的，请到阮厝来徛，伊是共同阮哦，就是甲阮三层哦。就是小电影吼，伊就强强诶老棍个，或是老保罗叫西拉因怀人。我做搁请一位来读英文诶，我来请第四牧师娘，安迪第四，请你读英文，有法无？你有英文无遐？On the Sabbath, we went outside the city gate to the river, where we expected to find a place of prayer. We sat down and began to speak to the woman who had gathered there. One of those listening was a woman from the city of Thyatira, named Lydia, a dealer in purple cloth. She was a worshiper of God. The Lord opened her heart to respond to Paul's message. When she and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were baptized, she invited us to her home. If you considered me a believer in the Lord, she said, come and stay at my house, and she persuaded us. Yes，多谢多谢，第第四多谢修电仪。OK，这个个也简单人讲，伊就是这几则伊讲讲有一个人叫做莉莉亚，就是卢迪亚。咱要看个有几字哦，咱要共看明人头一个，就是迄个所在叫做 City of Thyatira。是中文，伊是讲推啊推啦、啊。这个所在哦，都、就是这个力量哦，这个陆地啊，对遐徛伫遐咧，伊往迈是徛遐。不，这个所在哦，有啥物特点啊？伊有啥物 special 啊？头一项讲，伊讲这个所在，阁是一个野好野诶所在啦。伊是伊有真正 high quality of bronze，个 bronze 都是铜个。
当哦，伊遐会当哦是真正好啦，所以遐哦，因有咧出一寡武器，哦，就是 weapons，因咧出一寡武器。了，去即个所在国也是真正好起个所在国，因为哦，伊有咧出一寡咧捏啦，特别是捏紫色啦，你在即个紫色讲，较上咧即个讲亚像诶咯。因是穿紫色，穿 purple 个哦，即个因为即个紫色个真正艰苦脱掉啦。我咧去看 Google 个，Google 讲讲，伊讲，恁知影 shell 对吧？shell 迄个蕾啊，哦蕾 shell 个250,000诶一款诶 shell，特别的 shell 咯，我能冲做一汤匙。会紫色，会熏人啦。一汤匙啊，tablespoon 啦，one tablespoon 哦，你着用偌济 shell 啦？你着用250,000啦，250,000的 shell 哦。你说我若创着一个 one tablespoon of purple dye 哦，所以这个紫色哦，真正艰苦创的。你着找野济来咯，了伊有各人咔。有各项烧，为各项体验，了这项劈头一搭，哦，劈头一搭个，了这项烤起来，啊，迄个才会变做，就是紫色的粉果，所以这个是真正真正贵的。咱即阵先买加物件落啊，比如伊迄时阵哦，你要怎样摕到这个色果是真正贵的，这个所在个，这个推啊推啦，哦，推啊推啦，伊是咧对遐出产什么呀？出产这个紫色啦，所以这个所在哦，真正好业吼，这个所在真正真正好业，个这个就是迄个力量，这个卢迪亚带的不念带的所在啦，吼，卢迪亚不念带的所在个，个这个字谱出来个，伫这个经文咱读起哦。就是安息日啦，什么是安息日当？什么是安息日当？是咱规日要困的啊，陪做起来食。什么是安息日当？啊，What is a Sabbath？你敬拜主的，敬拜。Yes，都想要敬拜主的日子，讲The day to worship our God，这个要真正真正重要啦，看来是真正重要。因为咱逐日检视也无用，哦，咱无论是无用，厝内诶代志着搁洗，着搁洗，着搁拗，啊是出去工作，哦，倒去，啊暗暝啊也闲咯，所以逐日都也无用，顾伊囡仔，顾伊孙，顾伊，逐项计有问，计个也侪代志个，到我靠安息日哦，这个是上帝托以色列个，因为以色列到迄时阵哦。伊说的人也穷，因无钱讲，所以因逐日着作息，因逐日着作息哦，连咱叫做讲拜一到拜七，应该着作息，无作息无通食，所以逐日着作息讲，所以上帝哦，才着摩西甲因讲，着有一日共创做圣日，迄日要创啥？你着是专心去敬拜上帝。哦，啊，毋过，会无通食，哦，所以因对埃及出来，对 Egypt 出来时阵，上帝讲，恁着将一日当做圣日，哦，即个着是迄个安息日，安息日要创啥？安息日着是要敬拜上帝，干那真啊着敬拜上帝啊，因为咱活累哦，毋是工作，咱活累哦，毋是要读册，毋是要做事。毋是要牵手，毋是要有家庭，我毋们来是荣要耀有上人帝，爱。吼、哦，咱活嘞哦，主要是要荣耀上帝个，荣耀上所以帝。遮主要的哦，会无去啦。你若是讲像有个人，伊讲啊，无啊，活嘞哦，你但是着读册啊，读册你着毕业，你若毕业了咯，了你则着做事啊。吼、哦，你若做事了。你有钱咯，你会做牵手咯啊！设出你的想法，若是安尼，其中一个若无达到，无去咯，不断去咯，断去咯，
毋是，咱活咧毋是遮物件好，咱活咧主要是要荣耀上帝啦。所以你着有上帝伫心内咧啦。若无上帝伫心内咧哦，你讲我活咧要创啥？无意思啊！哦，meaningless 啊，这个 life。但是你若活咧，若无上帝伫你诶心内面咧，你若交上帝无迄个关系，活咧真是无意思啊！吼、哦。这个经文哦，又讲到 Sabbath day 啦，安息日。这个安息日跩人创啥？安息日哦，因就是去较安静的所在。迄、那个较安静的所在伫倒落啊，就是河边，beside the river。哦，河边，因对遐安静的所在，因要创啥？祈祷啊！哦，所以保罗西拉也是去，搭跩有富人人也是伫遐咧讲，富人人伫遐咧哦。因保罗西拉伫遐嘛，所以因听保罗伊讲了，因也欢喜啊，干那只啊，因为生命皆在有意思啦。嘿，所以咱讲着安息日，佮另外一个佮伊个背景，佮伊发生甚物代志啊？发生讲保罗交西拉去到腓立比，哦，去到腓立比个所在讲。菲律宾的所在，安息日的时阵，因就是去河边，哦，河边要创啥？要祈祷，要安静。但是去到河边哦，也是有一寡人伫遐要安静落来。所以因对遐的时阵，保罗就开始讲，哦，开始讲啥物？其实你若看到，保罗就是开始讲福音啦。伊就是开始讲福音，讲遮哦，有一个人叫做。路迪亚、利亚伫遐咧，吼、哦，所以是只下子无人咩伫遐咧，只有保罗西啊，交伊个同伴讲，因到遐个时阵，伊看到啥？因看到富人人啦，哦，伊看到富人人有 group of women，哦，group of women 搁伫遐咧，因咧创啥？因也是要安静，所以保罗伊就是对遐讲。遐附近人内面哦，有一个人叫做卢迪亚，就是莉莉亚。哦，伫一寡诶女诶内面哦，一寡诶附近人诶内面哦，有一个叫做卢迪亚、莉莉亚。卢迪亚创啥？伊听道理诶时阵哦，因为伊诶心，伊已经要敬拜上帝，伊爱拜一位上帝哦。保罗讲诶时阵，伊就开伊诶心门，接受主。你知影哦？咱将这个故事放咧一边啊。咱要怎样交上帝有迄个关系？交上帝关系哦，毋是头壳也好啊，读圣经真正好啊，我祈祷真正好啊。但是要有交上帝有关系哦，有关系哦，是着有心。意思讲，心交你家己哦，着合一。交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啦，你接受主作为个人的救主，你什么是有关系啊？关系哦，就是讲我交上帝有沟通的点睛，communicate 哦，沟通的点睛叫做什么啊？我祈祷是交上帝有沟通，你看我要怎样祈祷，我就知影上帝爱啥，所以我就读圣经。哦，我才会知影上帝爱啥，因为我若只有祈祷，无读圣经，有可能我祈祷的哦，毋是上帝爱的。哦，你若讲到关系，个咱想到厝内的人，哦，咱交咱的囡仔，咱交咱的囡仔哦，其实咱讲有关系啊，囡仔虽然无影响，是，其实咱讲有关系啊，当囡仔。拔出点钟，交我讲过，当囡仔拔出点钟关心我，交我去找医生，陪伴我食糜，陪伴我药，交我讲过，这个这两项讲有关系啦。迄、那个囡仔哦，若甲我买药，找医生是叫迄个咧顾的，交我去找医生，啊，厝内伊也无要交我讲话，咱甲讲讲无关系啊。你也无咧插我啦，阮也无关系，哦，关系是两双方面的，着两边讲，所以关系是有影
咱就知影上帝心，因为上帝爱咱，叫伊啊，我讲上帝爱，毋过哦，上帝爱哦，伊甚至伊差遣毒死诶，惊惊死，咱也是着去找上帝啦，迄个则是关系，哦，所以即个路底下哦，保罗伊讲诶时阵，哦，上帝爱。交跩妇女有关系，路底下哦，祈求上帝，伊开伊个心门接受上帝，哦，所以因建立迄个关系，讲，即个就是迄个发生个代志，因为路底下交上帝建立关系哦，伊倒去个时阵，交厝内人相拄个时阵，甚至厝内个人哦，到一个点钟，也是。全家接受主啦，哦，即咱无看到伊怎样传福音伫伊家当诶家内诶人，但是伫经文内面哦，咱会看到刚讲第十五节，伊甲伊全家既然领受了洗，迄个洗哦，伫新约诶时代，洗礼就是接受主，哦，因领受了洗礼哦，就是讲因归家庭信主。咁是，迄是咱爱嘅，哦，迄个是咱每一个人爱嘅，讲规家庭有法能接受主对伊个人嘅救助。路底下嘅家庭哦，就是安尼啊，哦，伊全家信主，全家信主，全家洗礼。所以落尾哦，你若看到地刷落去哦，伊刚讲，伊就请保罗伊喏、西拉伊喏，到我到伊嘅厝内。厝内啥去食吧？毋是去徛，哦，厝内去徛啊，对安尼强强的烙印，哦，强强的烙印。敢若是到我发现厝内去徛，因为保罗有时阵到遐，伊免搁找所在咯啊。哦，伊若去到遐，遐里边啊，伊就是有人要招待伊，伊就是专心去传福音啊。所以即个就是路底亚创的讲。伊开伊个厝内门，托保罗若到因地个时阵，会去徛讲。所以即个是迄个情形，即个是迄个发生个代志讲。那敢若是我若要讲关于路迪啊，有啥物特别即个人？哦，伊有啥物特点啊？有几项物件咱有法通会看到会讲。路迪啊个名讲，亚罕的读着啦，对圣经。哦，字字啊，也罕你读着吼，甚至你若通看，咱今仔读着个哦是四节，但是我阁读一节，有讲着伊个名，了别个所在较无讲着伊啦。鲁迪亚哦，有个人是讲鲁迪亚是一个所在个名吼，但是咱即阵咧读个哦，即个是即个富人人个名吼，伊叫做鲁迪亚字字啊，吼，别个所在哦，咱较无啥读着啦，但是也着。别的故事，伊个名有讲出来了。圣经有写伊个名，兼是圣经有写讲讲有一个女的，伊干哪只干哪只干哪只，哦，伊连名无提出来讲。但是伫即个所在哦，虽然也少则多，但是有提到伊个名，哦，即、这个有伊个特点讲，咱毋知影，路底啊有牵手吧，还是无？咱毋知影，咱知影是啥？伊是敬畏上帝诶人，吼、哦、啊！伊咧做事呾，伊咧卖买啊，啊！伊也是啊，特别讲，因为迄时阵哦，较常女诶是住厝内，无咧出去做事，哦。但是路底啊，又咧卖买，伊毋是卖普通诶物件，伊是卖紫色诶布，也贵诶物件吼。所以，伊有伊个特别个所在，讲啊，佫一个啥物啊？伊咧买布真正贵，哦，伊咧买布真正贵。所以，咱会看到讲，伊是个好嘢个人。你买布真正贵，你是个好嘢个人。了，等我看到啥吧？伊开伊个厝内个门啦，托保罗叫因徊人来，所以咱知影伊个好嘢。那无够地讲，无够房通托因听，哦，但是直接有来，恁来听，所以是也好，结果伊开伊个厝内门，托保罗西啊，叫因徊人哦，
来点讲，可这个咱会看到讲，兼是伊是有作息，伊咧作息，所以伊有社长的工作。哦，咱看到伊有社长的工作，但是伊也是有天堂的工作啦。伊的天堂的工作是啥物啊？伊都是托菠萝因徛因厝内，伊都是帮赞减轻菠萝因的担当，托菠萝因有法能专心去传福音。迄个是伊的天堂的工作，好、哦。因为伊也好业，伊有法力啊！你知影即个钱哦，钱哦是一个 neutral，伊无好伊也无歹。但是咱怎样看钱，会互伊变做好，还是互伊变做歹？如伫啊即方面哦，伊也好业，但是伊将伊的钱财放伫对的所在了。搁一项也特别对讲。兼是卢迪啊，伊正在所在伫倒落啊，伊正在所在毋是菲律宾，伊正在所在用是伫是啥物啊？即个所在啊，推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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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迪亚迪拉，即个是伊正在所在，但是伊迄时阵保罗因迄时阵到，伊是徛伫菲律宾，咱会看到啥物啊？推拉推拉的所在哦，是一个罗马的所在，所以有可能哦，拄着逼逼 persecutions 伊离开迄个所在，哦，有可能伊牵手徛菲律宾，伊则徙去菲律宾，咱毋知影伊干若是若变做伫菲律宾，但是也趣味可是，上帝将伊哦对推拉推拉哦。搬到菲律宾了，这对菲律宾哦，伊心足，吼、哦，也水果上帝甲伊摆啊，也水，山猪有趣味无？山猪也麻烦，哦，山猪也麻烦，特别咱若徛野久诶，啊，真正侪物件，吼、哦，起石头也大，咱诶衫也大，着大床啊，隆重物件去着大。真正麻烦，迄时阵哦，也是无 Grab。你讲 Grab 不 Grab 人，无过迄时阵无 Grab，你就是规个共拖过去，伊也无讲啥物房车，哦，咱叫 truck 来共拖，迄时阵也无 truck，哦，你就是慢慢拖过去，所以也麻烦，也麻烦。所以有可能因为逼逼，伊则徙去菲律宾。啊，是有可能伊牵手，伊则刷去菲律宾；啊，是有可能因为伊要对遐卖买，伊则刷厝去菲律宾的所在徛。咱毋知影干哪子，但是咱看着讲，伊对推啊推啦，刷到菲律宾的所在，好，刷到菲律宾的所在，伊则倒对菲律宾的所在接受主，吼，淋巴着主接受主。甚至伊规个家庭也是接受主公所以咱伫遮咱会看到讲，即、这个力量伊已经咧卡某上帝了，伊未拄着保罗交西拉时阵哦，伊已经也爱捌即位上帝了啦。保罗讲的时阵，伊个心开朗，讲即个都是我爱的，我要接受主做我个人的救主。所以伊接受讲，干那子啊，因为伊有一个安息日，因为伊离开无闲，就将工作放咧边头，无闲当中，伊离开无闲，伊去一个安静的所在。哦，伊若无闲，伊可能趁较侪钱呐，但是伊放弃迄个，伊倒去一个安静的所在，干那子啊，因为伊爱捌一位上帝。哦，伊爱捌一位上帝，因为伊知影讲上帝哦，都、就是托咱生命哦有意义啦。你若无上帝哦，If you do not have God, then life is meaningless。哦，你若无上帝哦，生命哦无意思啊，meaningless 啊啦噶，哦无意思。我趁钱，等你我的钱开了咯，我身体也用。
安尼我变做也冷去咯，我皮肤也水啦，往麦即阵也了咯，无意思啦，你若毋捌上帝，因为咱存在哦，咱伫即个世间哦，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咱将上帝共吞走，无意思咯，世间无意思哦，所以咱 make sure 咱着有交上帝有建立迄个关系，毋是我知影伊，因为我若知影无意思，无路用。我得交伊建立关系，什么啊？迄个我得交伊有点钟，我读上帝话句，我得知影伊的心，哦，知影伊的心了嘞。因为我爱交伊建立关系，我爱听伊，所以我爱从伊爱的，毋是我爱的。路迪亚就是从迄个，伊有法能做事，有法能趁搁较侪钱，但是伊将迄个做事放咧一边咧。安息日的时阵，伊就是去一个安静的所在，去国家顶拜上帝，哦，祈祷。所以保罗宣告的时阵，伊已经 ready 了，伊的心已经 ready 了，伊已经也爱顶拜这位上帝了。保罗讲的时阵，伊心就开，伊就是接受主，所以固定的救主。但是伊无对遐停，伊的特点是啥？伊请保罗去伊厝内徛，哦，因为干那只啊。伊无爱，无转去啦。伊无爱讲，我交上帝的交通哦，变作断去咯，了咯，无灭咯，了咯，煞煞去咯。毋是，伊无爱讲，伊爱讲，定定，伊定定会搁较认捌上帝。所以伊请保罗去到伊的所在去啊。保罗无法通讲无灭，因为即个路地亚有伊强强吼。咱的中文强强的烙印，哦，强强的烙印。英文个词就是讲 persuaded，哦，persuaded us，哦，persuade 就是啊，佮讲佮烙印，佮烙印，佮烙印。汉文哦，就是强强。你若强哦，都已经赢强了，佮强强哦，都无讲，意思讲，即个呐来了啦，掉了啦，莫讲掉了啦，都是对阮遮徛了啦。哦，伊强强的烙印讲。所以保罗因带因出来，煞落去，咱看到也侪项代志发生伫保罗身顶，咱无搁听到路底啊。伫保罗身顶哦，发生也侪代志，伊搁关监哦，伊 being in prison，伊搁关监哦。但是关监了 after imprisonment，伫第40节，咱会搁会使看到路底啊个名哦，in verse 40。We can see the name of Lydia again. 40节，伊讲啥物啊？好，保罗说啦，因关监了咯，托因离开监狱咯，吼，托因离开 prison 咯。了咧，第40节，伊讲两个人出了监，吼，离开监狱，就去路迪亚家来，哦，伊就是往路迪亚家来去，见了兄弟。宽免因是宽 or 宽免因，因就行咯。吼、哦，咱来看到这讲，可能这个就是保罗路被摆带入地爱所在。伊对家己放出来时阵，伊叫谁啦？伊头一入去的所在，就是入地爱。入地爱的厝内，伊去见伊。所以有可能，人咧讲有可能哦。保罗西拉伫监狱嘅时阵，路子也有去找因，有去找因，有交伊沟通，有交伊接触，吼、哦。所以保罗因离开监狱嘅时阵，伊就去路子嘅所在去安慰因。哦，安慰是啥？comfort 啦，啥物意思啊？comfort。可是因也艰苦心咯，所以可能这个是路未歹，交因做一下。有可能是，吼、哦，阮若无来，你著坚强起来，你著继续为主来活，你著继续搁较明白主上主耶稣。吼、哦，所以这个是咱会看到，讲说 Paul and Silas went to Lydia's home，吼、哦、，verse 40，了，伊 encourage them，了，伊离开咯。伫这个故事里面，咱会看到啥物啊？头仔讲是恁有念圣经节，恁念罗马书3章23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什么啊？因为世人拢犯了罪，大家人世界人 all people 哦，拢总伫世界内面诶，拢犯了罪，所以无一个好诶人啦。圣经若讲着好交无好，好诶人哦，毋是创好代志，好诶人哦是接受主做个人诶救主，因为上帝创造人。所以，伊接受主做伊个人的救主。圣经若讲到无好的人，讲伊是讲怀无接受主、无灭的上帝啦。哦，有可能伊创好代志，是啊，有可能。但是伊若是无接受主做伊个人的救主，圣经讲伊就是无好，因为伊无承认迄个创造者。哦，伊无承认，伊无 acknowledge 迄个 creator，哦，伊无承认创造者，所以圣经，伊若讲着好诶，是有接受，有承认，有接受主；伊若讲无好诶，并毋是伊无听人，伊讲无好诶是怀无要接受主啦。所以咱在作为个，咱只要几位啊，五十二位，咱有五十二位哦，实在。对心来讲的话啊，实在我爱讲三脑哦，恩棒哦，咱五剩五十一位咯，五十一位哦，咱逐个人拢有法能有主伫咱心内呢，真实有迄个关系啊，毋是知影人，真实有迄个关系。你要怎啊知影我有关系啊？叫主，我会活出来啊，我袂阁讲。无诚实的话，我袂阁看我家己想，我就是做第一搞的，我袂看我家己反搞，干那只，因为我是其中一个人，我是只不过人哦。因为世人拢犯了罪，For all have sinned, we're all sinners。咱逐个人拢是罪人，亏欠了上帝荣耀。哦，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意思什么呀？孤零零，无够啦。Fall short of 什么呀？God's glory 啊，亏欠欠哦，古人讲，所以伫这个故事内面呢哦，恩棒恩棒，咱有法能接到这个路子爱的故事哦，学着几项物件啦，咱有法能学着几项物件，头一项，毋通看家己伤过重、伤过大，也是毋通看轻家己，哦，Do not look too highly on ourselves or do not look too down on ourselves. 毋通看家己伤过贤，伤过巧，也毋通看轻家己，迄个是头一项。第二项讲，咱着骨力啦，毋通平淡啦。伫咱即个日子哦，怎样则是骨力啊？敢是咱上帝托咱辛苦啊，咱就是运动，运动特别运动。哦，逐日运动，上帝托咱这个身躯有目睭，咱读圣经，哦，有法能祈祷，有法当交上帝沟通，所以读圣经是上帝甲咱讲话，祈祷是咱交上帝讲话，则有沟通，哦，则有沟通，所以上帝甲咱讲话是借着圣经，咱甲上帝讲话是借着祈祷。则有沟通有关系，迄是第二个着出力。第三个，咱着 make sure，吼 make sure，咱有上帝伫心内，咱有接受主伫咱诶心内，吼、哦、咱着确定，吼、哦、咱着 make sure。第四个讲，就是讲到钱财，上帝托咱钱财，欢喜啊欢喜，但是钱财哦会变做好，还是会变做歹？所以钱财哦，要怎啊变做好啊？咱就是帮赞，借着钱财，咱帮赞人，人则有法能更加传福音。哦，咱帮赞人，人则有法能更加传福音。讲，所以用好好用咱的钱财，可以投资个，毋通看轻家己，也是毋通看重家己。第二个，咱着骨力；第三个，咱着。确定有上帝伫咱心内面咧，
第四个，咱得好好用咱的钱财。咱较济，咱就是讨较济；咱较少，咱就是讨较少。哦，上帝知影咱的心，上帝爱咱的心，咱就是好好用。OK，所以有恩望讲，咱有法通想讲，什么才是水诶？人啊，你在字典好甲看伊个名，什么意思无？你在字典哦，伊个名讲。伊个意思讲是 beautiful，也水啦，吼、哦，伊是也 noble、outstanding、excellent，说啥物啊？伊也水咯，伊是啊，厦门话咱讲着十全十美啦，十全十美都是 perfect 啦，伊是 perfect 的人讲，伊是伊个名啦，吼、哦，啊，咱个名毋是字典讲，但是咱。怎样活出一个也水的生命啊？然后，恩望讲，正着咱要怎啊帮咱，互咱会看到家己讲，我正是就住伫我内面咧了吧？我正是了吧？会看到吧？还是袂啊？若袂看到哦？Question mark，目个主只不过伫咱的头壳内面咧。无伫咱诶心内吧，哦，趁机会，咱着 make sure，哦，咱着确定有主伫咱内面咧。OK，所以今仔日咱学到力量，力量即个名，意思是十全十美，perfect，beautiful，个 knowledge，个也 excellent。恩望讲伫咱诶 life 内面咧，咱有法能看咱力量咧，哦，看咱一个 perfect 诶人，一个十全十美。靠着上帝，毋是靠着咱，是靠着上帝。OK，多谢各位，多谢，多谢。